江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记住，身板要挺直，眼神要目空一切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啊！啊，要火车，别放了，别放了，养狗了。可是宇哥，你为什么要来？我要亲自查一查那个李龙大，一定能找出有关于池宇的线索。走。来来来，你过来。来，你过去。来来来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编剧老师吗？站哪？啊，过来一下。嘿，宇哥，我先过去一下，你别动啊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这回多了一个。道具组准备好了吗？